哦，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，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队伍，对不起。中国澳门的组合已经是在之前拿到了9.266分啊，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队伍呢，是上一届对练的冠军。而且这三个人也是上一届比赛的这个成员。所以他们之间的配合应该是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。卫冕冠军的出场，同样是双刀进双枪，还补一刀。看看卫冕冠军他的得分能是多少。您觉得他们和这个中国香港的组合相比较，同样应该也是双刀进双枪。他们我觉得这两组水平差不多。就看看谁有扣分点了，差不多。八号选手9.436啊，那是第二名，第二名了，对。第15届世界武术锦。